嘎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乔瑟夫 Joseph， 欢迎回到臭嘎教室 Body Spirit Joseph。 那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不小心太紧绷，因为一点小事就感到非常的躁郁呢？那今天不教大家臭嘎，今天简单分享几个小 tips， 让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更舒压更健康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集超商点数呢？那些点数可以换一些联名商品，或是获得一些折扣，那都是可以让你获得一些短暂的舒压。像这个点数就可以换泡面啦。那像最近天气比较冷，所以大家可以多穿件外套保暖，然后勤洗手，身体健康，心情才会更健康哦。听音乐也是非常棒的舒压方式哦。吃东西永远是最棒的舒压方式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我要出门了，再见。